林志玲被央视中秋晚会除名，网友呼吁如果有她节目的晚会一定不看。中秋佳节即将来临，在近日央视公开了中秋晚会的表演名单，只不过名单一出却引发了网友和观众强烈的质疑，那就是为什么会有林志玲和黑泽良平的名字。只不过在名单公开之后，网友出现特别强烈的反对声，强烈拒绝林志玲夫妇参加中视中秋晚会，希望央视中秋晚会导演组集体向国人民最诚挚的道歉，并解释邀请日本人上晚会的意图。毕竟中秋晚会结束后就是9·18了，这么敏感的时刻让日本人来祝福中国人民吗？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音，央视最终拿出了解决方案，那就是正式取消林志玲和黑泽良平的节目。此前林志玲也曾登上中秋央视舞台，表现也是十分惊艳，